个普通的 FIFA 一个版本哦，一直给我闪退啊，最近都是闪退。还有现在只能开最低画质玩，最低画质玩呐、啊。这么忙，队友还没下来了，哦，还在天空中。下来呀、啊！蘑菇都这么亮，开最低画质，蘑菇很亮。结果还是站着不动。被枪走了吧？你死枪都赢了，不需要不需要这个刀，这个草丛。哎，按错键，按错键。他在 L 屋那里楼下 ，L 屋楼下。等他投出，等他投出来。哎呀 ，MC 被打倒 ，MC 太惨了。哎，所以就快点 ，MC 呀，快点，哎，所以就到了，被打死了，哎。讲话我不知道。哦，他在里面、啊。哦，这个是退役，看错了。不打了，不打了，应该是一直。还有，哎，龙克星怎么被打到？龙克星太慢了。人呢？站很慢呀。奇怪在哪里？奇怪奇怪的嘞！哇，开队友开车，人在里面，生菜打倒，开不出去。哎，看到没有？好，很乖啊。紧张了，差一点。我就哪里哦？我懂了。这里 A8杀掉了，还有一个在左手边呢。我现在看不到他在哪里，应该在附近啊。看一下，身在前面应该有人。还有人，还有人，还有人，还有人！变盒子了没？你们快点来帮我！我刚刚直接哦，空投那里，空投那里，空投那里，我知道人在哪里，空投那里，你们可以帮忙吗？差点死哦，他的 FBD 很准哦，抬到我。哎，生菜，生菜，死哦，被秒杀，生菜，明胶放错地方。SVD 很准、欸、哇 SVD 很准，你这个、欸、直播是怎么到分享直播到粉丝专页？用 ONLINE 分享，然后开一个 patch， 然后
音量。这个怎样直播分享到粉丝团？你要开一个粉丝团，然后你 OS 在绑定你的 APP， 就可以连接，就可以分享到粉丝团啦，就这样啊。